Hello， 我是阅读前哨站的站长瓦基，欢迎收听下一本读什么。Hello， 大家好，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这本书叫做《时时刻刻为养生》。那你可能会觉得很奇怪，就是瓦基还这么年轻，为什么又会谈到养生的书？那其实是我最近就是越来越认知到养生的重要性。它不只是人家可能误以为说老人家才会养生，可是我觉得其实养生是要从年轻开始，每一天都要做的事情，包含了我们的饮食啊、睡眠，还有生活的姿势啊，或者说我们采取的运动，这些东西全部都跟养生有关。那我就邀请到了这本书的作者养生天后陈月清老师来接受我的访谈。本集节目由知识卫星赞助播出。养生是等到老了之后才做的事吗？我之前因为工作忙碌都会选择外食，那觉得这样子好像很方便又省时，直到我的健康报告出炉之后，发现上面有红字，我才意识到养生不只是老年人的事情。我当时注意到健康 2.0 的一个节目，主持人是养生天后陈月清老师，她分享了很多养生的方法。她的先生以前也看起来很健康，可是呢，在健检之后却发现他罹患了肝癌，所以他就全心全意的投入照顾他先生，而且研究还有实践了各种保健理论，从饮食到身心调理，帮助他的先生成功抗癌。现在月清老师就浓缩了他30多年来的养生经验，推出了一堂时刻养生指南的线上课程。这堂课强调简单又有效率的方法，无论是饮食自愈、防癌调理、运动按摩，还是养颜抗老，都很适合忙碌的现代人。他还提供了21天的跟练日历，还有7天的食疗菜单，让健康管理变得随手可行。另外，这堂课还会帮我们打破常见的饮食迷思，做到抗老于未老，未病先养生。其实呢，忙碌跟养生并不冲突，不需要做出多大的改变，而是从日常饮食跟运动的调理小习惯开始去养成。9月15号之前购买课程享有募资期间低于4折，结账输入专属优惠码瓦基养生300就可以额外再折抵300元。有兴趣的朋友欢迎前往节目资讯栏参考看看哦。那么首先我先请线上的月清老师跟听众朋友们打声招呼。好，瓦基好，各位观众也是听众朋友大家好。Hello， 月清老师。那我先帮大家简单介绍一下月清老师好了，因为我猜可能很多人都已经认识你了。对，月清老师是癌症关怀。比较年轻的不太认识。哦，真的吗？不会不会，像我这个年龄层都认识。就是你之前在那个，我记得有电视节目嘛，健康 2.0。对。然后会分享很多的对健康资讯。那我自己也有一些养生还有健康的观念，都是从节目里面有学到的。真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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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像是什么喝水啊，早上起来喝一杯水什么，那个就是自从听了之后就开始每一天就这么做这样子。那老师也是实践了就是养生跟健康的生活已经30多年了，对，所以我蛮好奇的，就是老师在电视上会常常看到你，然后在书本上杂志上都会常常看到你，那我很好奇是你对于这个健康领域为什么会有这么深入的投入，你是什么样的契机开始决定要踏入这个领域的？好，我其实呢在30出头我就已经发现忙碌的电视工作每天争分夺秒让我的身体出现了很多的状况，譬如说我的胃呢几乎是早三餐在痛的，然后要不呢就是常常的胀气，常常的消化不良，然后我每天起床就腰酸背痛，然后头痛，经常在感冒，经常肠胃炎。不过我想这好像就是都是一些生活的小毛病，所以总想吃个药对付一下，克服了就可以了。完全没有料到其实我那时候身体已经进入了就是免疫力下降，身体长期慢性发炎，也就是所谓的癌前体质的症状。那直到呢我的那个亲爱的老公从来不生病，看起来像健康宝宝，怎么虐待身体都没问题，但是呢他忽然有一天年过40去做身体健康检查，就发现肝上有一个很大的肝肿瘤，这就吓坏了我们。对，虽然呢有一个很好的医疗团队，然后可以把这个长的位置很好，又有一层膜包着，
可以一刀切除的肿瘤切除了，但是我们面对的呢是两年高达 50% 的复发率，五年呢不到 15% 的这个存活率。哇，这个数字就大大的吓坏了我。所以呢，健康突然在我的眼前变成一个庞大的黑洞，而且我就想说，像我先生这么年轻的生命不知道什么时候会消失，所以我就发现哎，健康不能小觑，不能就把它当做一件小事啊，它是我们生活里面生命里面非常重要的一件大事。所以我就一头的栽进了这个健康的领域。我是一个新闻工作者，早期呢就是做电视新闻节目，我常常追根究底，想把每一个问题呢都找出它真正的原因啊，真正的解答。所以面对健康我也是这样，我想要知道为什么我们会失去健康，那我要怎么找回健康，所以就一步一步不断的深入直到今天。哇哦，所以是也是蛮切身的经验这样子。而且我看你在书里面有写说你好像有点调侃说自己以前是一个药罐子，就是好像需要很多药物来治疗，后来怎么样渐渐的改变成是不仰赖这个东西了吗？我要说说这个药罐子这件事情啊，我从来没有觉得我自己是个药罐子，虽然我每天上班啊要带不少的药，然后出国出差打包的药更是多，但是我从来没有想到有人会用药罐子来形容我。没有想到我结婚，我比较晚婚，结婚刚刚一个月，我先生呢就很严肃的到我的书房来，我们一人一个书房，然后跟我说他发誓不要娶一个药罐子，可是他发现我就是一个药罐子。那我是一个很会反省的人，我立刻就想说，对，以他就是一颗药都不吃的人看来，那我每天就是装满了这个药包药袋，的确是个药罐子。所以我就去做了一次健康检查，想知道自己到底什么问题。结果呢，检查出来，那个医生跟我说，恭喜你，你的健康很好。我说不对呀，我每天我就把我的不舒服跟他念了一遍。他说可是你的肝肾指数都很好。我说那如果我的肝肾指数很好，为什么我会这么难受啊？他说当你那个这些指数还没有到变坏之前呢，理论上你就是健康的。可实质上我觉得我浑身都不舒服，而且每天都不舒服。所以我又觉得这个理论跟实质上的差距，所以那时候呢，其实我就开始已经想知道为什么理论上我是健康的，可是实质上我是不健康的。但是人总是会拖嘛，所以呢，不见棺材不流泪，一直到我先生那个迫在眉睫之前的那种死亡硬骨那个阴影，我才觉得我真的要放下一切先去面对健康，就开始了。而且我刚刚觉得刚刚你提的一件事情蛮有意思的，就是虽然可能在医学的标准上可能你还没有被判断成是生病之类的，可是你就已经知道说可能我哪里不舒服，然后可能是身体哪边已经有什么症状了，可是这个时候好像还不会 把它当成病医，可是这时候感觉就是需要用一些养生的方法来去做调理，来去做调整的，对不对？就是不要等到它真的恶化到已经被判断成是疾病才去动它。是的，这就是我当时的体悟，我就是觉得说，哎呀，如果等那个指数发生了变化，器官已经质变了，我再去挽救健康来得及吗？我当时是这样想的，可是我并没有立刻这样做，就很像很多的现代人。那很多人就会说，哎，奇怪啊，那你每天都不舒服，然后要吃很多药，可是为什么你那看起来像健康宝宝的老公，怎么虐待身体都不生病，可是他怎么一检查就那么大的一个肝肿瘤呢？这就是说明了人体，就是我觉得我先生呢，他也是一个逼肝代言者，跟我一样。那我觉得我至少我的健康那时候其实是比他好的，因为我的免疫系统还有余力去对抗，他是完全已经就是处在那种他们就说电脑的待机状态。也就是说电脑呢，它的电力就只够维持你这样活着。但是它没有余力让你生病，它没有办法排除你身体里面任何的症状，所以它一生病一发现就是这么大的一个肝肿瘤。所以我们也常常听说，你如果几年之内你都不生病，连个感冒都没有，你也不要太高兴，可能你的免疫力是已经出了大问题，比我的问题还更大的问题。
嗯，感觉那种时候，如果他一生病，就是一个重病，或者说更严重的这样子。对，很多人就说，奇怪，他平常都没病啊，怎么一病起来就走了呢？可能就是这样，他的身体其实已经到了极点了，他不能再根稻草，他就不行了。所以我就想，千万也不要把身体逼到这个境地。对对对，然后我觉得在书里面我有看到一个观念，然后也是让我蛮有共鸣的，就是你有提到说人体其实很奇妙，它是会有那种自我调节跟自我疗愈的功能的。那我比较好奇的说，你在书里面有介绍了几个必备的条件，可不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你觉得要达到什么条件我们才会有这种自我调节跟自愈的效果？你这个问题问得很好，但是我先想请问你一个问题。你觉得最可怕的疾病是什么？最可怕的疾病，我觉得是心病，内心的啊，我觉得是内心的病，内心、哦、对对对，就是说如果你想预防的话，你想预防哪些疾病？我自己的话，我自己的养生目标，我觉得是想要延缓老化，这是一个，就是让我可以在随着年纪提升，我还保有运动力，然后还有健康的身体，可以饮食，可以旅游，可以跟朋友见面，这个是我觉得我最重要想要达到养生的一个目标，这样子。那我告诉你啊，就是事实上呢，21世纪有一个很可怕的疾病被 WHO 世界卫生组织认为是忧郁症，它称为21世纪的黑死病，而且预估到2030年的时候呢，它会超越癌症，成为人类失能的第一大杀手。你刚刚不是说你很怕失能吗？对，那忧郁症会让你失能，但现在最让大家失能的是癌症，然后还有一个会让我们失能的，也被称为21世纪的黑死病，叫做这个失智症。好像我这个年龄就很担心失智症啊，我也周围已经很多朋友或者他们的家人已经开始产生了失智症。但是这三个呢，失智症或者是忧郁症或者是癌症，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发病的源头，所以理论上如果我们能够及早知道那个源头啊，好像已经开始变化了，而且早在二三十年前哦，你就有迹可循了。所以如果你早在二三十年前你又注意到你的身体病变的第一现场，然后你就可以预防，你会不会觉得这个是值得投资的呢？非常值得，从比较年轻的时候就开始去发现。对，那你想知道这三个看起来各不相同的疾病它的共同的源头在哪里？共同的源头啊，对，想想看，就是他们病变的第一现场，有一个共同的第一现场。共同的第一现场是吗？是，你说心理的这种状态，还有生理的征兆。好，那我公布答案好了。好好好，我本来猜不太到。对，就是肠道。肠道，胃常常是人类健康倒下的第一张骨牌。你每天都听到很多胃药，胃食道逆流，对不对？胃痛、金石滋胃肠药，很多，对对对对，就为什么呢？就是肠道呢，这也跟我们的免疫相关，就跟你刚刚问的那个问题，我们的自愈力来自哪里？其实我们的健康跟我们的肠道息息相关。我们的肠道里面呢，就八成的那个免疫细胞是在我们的肠道里面，然后肠道里面还有很多的微生物。我们第一个跟外界会接触到的就是我们肠道，会有很多的微生物侵入，然后也有我们身体里面占着100兆以上的或者接近100兆的那个肠道菌。那这个肠道菌呢分成非常非常多的种类哈，有几千上万种。那现在的科学家研究呢，如果我们的肠道很正常，那它就是我们身体很重要的一个器官啊，这些肠道菌，然后呢它会跟我们的脑连结，它会影响到我们身体很多的方面，然后去保持我们健康。但是如果我们没有好好的保持我的肠道的健康，我的免疫力呢可能就会下降，我的肠道如果反复发炎，我可能就会产生自体免疫疾病，或者是我们刚刚讲的所有的疾病的源头在二三十年前都在肠道的发炎产生。哇哦！所以这么多年来我极力的提倡健康饮食，因为饮食就跟我们的免疫力跟我们的肠道健康最息息相关。所以我当时呢也是用这样子的方法帮助我自己健康。
我当时只知道你的食物就是你的良药，嗯，可是我那时候还不了解这么复杂的构造，那我就开始进行了我的饮食革命。第一步呢，我就是吃食物不吃食品，就吃真正的食物，不吃人造的食品。那我当时的想法是说，因为我的肝也不好，我先生肝也不好，那所有的食品里面都有很多的人工添加物，所以呢都会增加我们身体的负担，所以要吃新鲜天然的食物。所以我这样做了以后呢，我就发现诶，我每天起床那个疲惫感就少了。嗯，接下来呢，第二步我看了一篇文章，我跟你一样很喜欢读书，我觉得书中自有黄金屋，对，书中自有颜如玉，我就去找书看，我就看到那个他就说，如果肝不好的人特别不要吃煎炸的东西，因为它会引起你的发炎，对你的肝特别不利，因为所有的煎炸的食物都要靠你的肝代谢。那我想说天哪，我肝不好，而我又最喜欢吃煎炸的东西，所以我第二天呢就戒了。嗯，哎，戒了以后我发现我的疲惫感又少了，所以我就发现哎，你的食物真的是你的良药哎，而且我只要做一个动作，它就立刻如想思应啊，就马上让我的健康就感觉到，所以我就从此呢一直沉沉深入不可自拔。所以我就是一直建议大家说，你要找回健康，第一个就要先从你最重要的饮食开始，因为你的细胞靠营养来滋养，不是靠药。但是呢，你的健康也是因为你吃进去的饮食而受到很大的影响，很多的病都是吃出来的。哇哦，老师，刚刚你在讲的时候突然点醒了我，就想到有一句个说法是说，肠道是我们的第二个大脑的那种感觉，就是它会影响到你的思考，影响到你的心情，影响到你几乎你大脑运作的一切，跟你刚刚说的那个是呼应的吗？是的，事实上为什么就说哎，你为什么说你的那个肠道不好会影响到你的忧郁症，嗯，哎，为什么又会跟失智症有关，嗯，对，这就是因为科学家呢对我们的肠道菌做了很多很多的研究，他就发现当你的肠道菌种类太少，或者是它的比例很不均的时候呢，嗯，就是坏菌很多的时候，它就容易发炎，引起肠漏。现在不是很多肠燥症吗？很多人反复的便秘或者是拉肚子，像这些呢都是因为你的肠道菌不均衡了。那它呢其实是透过你刚刚讲第二个大脑叫副脑，就是我们腹部的那个脑，或者是第二个副总统的那个副脑，那个副脑呢也有很多很多的神经元不输我们的大脑，然后它就透过这个副脑，然后跟迷走神经，然后整个透过一连串的生化反应会跟你的大脑相连接。所以过去呢我们以为啊，像心血管疾病、脑溢血，或者是像忧郁症这些，或者像帕金森氏症，是发生在脑部的疾病，现在发现其实它病变的第一现场就是在肠道，而且呢在二三十年前就已经有征兆可循。所以其实我觉得上天对我很好，他让我在我的肠胃道出现了很多问题的时候，他让我很不舒服，再加上我先生就是开始让我面对问题，然后就从而就解决了问题。所以如果现在的人上天对你这么好，让你开始有胃痛，让你开始有胃食道逆流，可是你跟我以前一样完全不知道，这是你应该开始着手来挽救你的健康，而只是想说我就吃个什么，我就喝个什么，我就把它抑制住啊，我就吃个止痛药，那可能你就丧失了契机，然后二三十年之后，或者不要，你只要34岁免疫力下降之后啊，你就会各种慢性病产生。肠道的这个健康重要性的，哇，这个真的让我们很难想象，就是说我们可能以前以为都是哇各种病症就要去治疗各种地方，原来它发源地可能都集中在某一个地方，你应该针对源头。 嗯哼是，嗯哼，那可是现代人呢为什么这又特别难？嗯，因为这就要改变你的饮食习惯。哇，可是对很多现代人来讲，这好像饮食啊，就是你快乐的来源，你减压的一个方法。所以如果你没有彻底的认识到这一点的话，我觉得你的健康还是会面临很多的挑战。
对对，很难改变。那我蛮好奇是老师，像你在这个领域这么多年，那我很好奇说，像以你现在来说，你现在的一个健康的一天，它的大概是长什么样子？可不可以稍微描述，让我们有一个画面一样？好啊，我觉得为什么对21世纪的人来说，养生变得这么重要？或者是因为现代人的生活方式是问题很多，我以前也是，所以我今天能够跟大家谈这么多健康，就是我以前很不健康，那现代人常犯的毛病我以前都犯过，然后我犯完以后，我改正以后，我的健康就提升了，所以我觉得很有说服力啊。第一个，我以前都是夜猫子，我跟我先生都是夜猫子，所以我们常常呢都是越夜越美丽，因为越夜呢越文思泉涌啊，然后读书呢就是过目不忘，下笔呢如有神助。那可是后来我开始研究养生以后，我才发现我们身体呢应该是顺时养生，就跟我们是一个小宇宙，应该跟大宇宙一样，当它天暗了我们也该休息了，当它天亮了我们就应该起来。所以我们一开始做的第一件事情呢，就是提早睡眠的时间。那有一度呢我们都提早到10点，10点半，但是我必须坦诚，现在呢又开始恢复到11点、11点半，有的时候呢如果忙起来我甚至会到12点，所以这是第一个要改正的。我觉得如果你偶尔一天还可以，如果你经常这样慢慢你就健康，我觉得会受到影响。因为我想你也看过那本书，就是一个诺贝尔奖的得主嘛，他就发现三个诺贝尔奖得主嘛，就是发现了这个人的细胞有趋光性，所以我们应该要跟着大地一起，就是什么时间睡觉什么时间起来啊，这个是非常有道理的。好，那我起来以后呢，第一件事情呢就是喝一杯水，你刚刚已经说你有在照做。对，完全照做，一定要这样子。对，这一点非常重要啊，因为喝水呢就可以让我们晚上流动的比较缓慢的那个血液，或者尤其到我这个年龄以后，那血液的流动更慢，循环更慢，所以呢它可以让我们的血液开始比较多一点水分，所以呢它的循环会比较好一点，避免血栓。那我在床上呢其实会做很多的缓和我的身体的肢体的操，我叫它起床操。对，比如说我会动动我的踝关节，这个是呢为身体打血，也就是说让血液开始循环的好一点，血液循环的开关加速了一点。然后我会动动我的手，同样的都是促进循环。然后我会用热敷我身体的眼睛啊，特别是我的脸啊眼睛，哎，我发现有做跟没做差非常多。我如果有做起床操，那我的眼睛呢还有我拉耳朵，就是耳聪目明，如果没有呢今天好像就浑浑顿顿的啊，所以那个起床操啊是我一定要做的。然后下了床来呢要刷牙洗脸的时候呢，我都会看一下我的镜子里面的自己，因为有的时候我们很多的小的毛病就是从镜子里面都可以看得出来。我在我的时时刻刻为养生啊，有介绍很多，今天就不能细讲。譬如说很多人嘴巴上有一颗痣，我以前也有，那我还以为那是一个好的痣，代表我是美食痣，我有能够有机会吃到美食，或者是我一个能说善道啊，所以在嘴唇有个痣。后来我才知道，那里如果有一个黑斑有一个痣，代表你的胃出问题了，你的胃黏膜有问题，你要小心会有胃溃疡，或者是你甚至得了胃癌。所以我会非常注意这些小的细节。然后呢我会非常注意刷牙，我在书中介绍了一个刷牙方式，我就是发现我的牙一直会反复流血，那这是非常不好的我就开始研究，然后我就发现也可能除了很多其他的原因以外，去治牙以外，我觉得刷牙很重要，我就好好的研究了各种的刷牙方法，就发现背式刷牙法最好，所以我也写在书里。我自从用那个方式刷牙以后，我牙齿刷的又干净又好，再也没有这样子流血的问题或者反复发炎的问题，那你就减少了很多心脏感染或其他感染的机会。所以我都是主张从小的地方就开始预防，当他刚开始有一点点征兆的时候就预防，千万不要到他已经是尾端了就来不及了啊。然后譬如说是刷牙洗脸，
我每天也会量量体重。我觉得量体重对我们很重要，不一定要每天量，但是你可以一个星期要量一次。但是我的体重呢，一定会有量体脂，嗯，因为很长一段时间呢，我体重都维持得很好。可是后来我才发现，哇，我的体脂还蛮高的啊。那体脂高呢，我就是一个瘦胖子。那体脂会在我们身体也引起很多的发炎反应啊，所以我会量那种就是可以测体脂的那个体重计。我要出门之前呢，一定会把我的水带好。我最恐惧担心的一件事就是没有水喝，因为我时时刻刻都在喝水，都要去补充这个水分，而且都是小口小口的喝。哦，他不是说一次就要喝很多很多是吗？不能一次喝很多，因为那个水是无效的。所以像就像你早上起床，对啊，你可能喝，很多人说一起床喝500cc， 我是不会那样喝的。我起床我大概喝200-300cc， 而且我就是这样子小口小口喝，每一口呢千万不要一次喝超过100cc， 因为我们那个水要进入我们的细胞，它的那个通道是非常非常小的。所以如果你一次喝了太多量的水，只有增加你肾脏的负担，它根本来不及进入你的细胞去滋润你的细胞。所以喝水技术也是非常重要的。而且我就很担心我去到哪里没水，所以我随身我都会带一个环保杯，因为我是不喝那个瓶装水的。我不喝瓶装水呢，一方面是因为瓶装水它不环保，因为大家都知道现在海洋里面被这些塑胶垃圾所淹盖了，然后他们就形成了很多的塑胶微粒。事实上现在我们喝的水里面连自来水都有塑胶微粒，可是最多的在哪里？就在那个瓶装水里面。嗯，所以美国有一个第三公证机构检验了几百瓶的水，发现 93% 都有很多塑胶微粒，而且比我们的自来水多很多。所以很多人以为说我喝矿泉水我喝瓶装水是比较干净的，我要告诉各位事实上是错误。所以呢，我在家里我就会装一个好的我自己相信的净水器，然后我每天呢一定会把我要带的水带好，然后去每个地方呢我都会去注意补水，因为我就是希望我自己都随时随地要喝水的时候都能够喝到好水。我跟老师也一起来补充水分一下。我甚至以前还自己带便当。自己带？对，因为我不太吃外面的饮食。那现在呢，我学会怎么挑食，所以还好。而且我在外面吃饭的机会也不是那么多，所以偶尔外食一下也是可以的。就是说我要每天要把我的健康都打点好，然后我在出发上班的时候我也会注意一下我的仪态，因为我时时刻刻为养生就是要维持一个好的仪态。嗯，因为当你骨架回正，你的脊椎是处在一个正常的位置的时候，你的器官都会在它应该在的位置，你不会挤压到它，然后你不会让你的肺被压迫然后呼吸不顺畅。所以那个时候呢，你其实就是一个最好的养生的方式。而且我每次都要记得要抬头挺胸，要缩小腹，因为这样子的话呢你就不会有一个很大的肚子。当然这些都是我努力做到的，我时时刻刻也因为这样我要觉知，但是我也会在每次觉知的时候发现我又不太复萌，因为我从大概小学3-4年级女生刚发育的时候就开始驼背，一直驼了这么多年。那但我现在就是在跟地心引力，在跟我的驼背习惯对抗，这也是我在书里面一直呼吁大家要注意的。因为如果你没有注意好你的姿势，就时时刻刻在伤害你的健康。嗯，所以坐姿站姿啊，甚至我也觉得就说活动，因为你现在大概不会觉得，我现在会觉得就是过了70岁好像我坐久一点发现起来的时候就血液循环就变慢了，那腿就比较不灵活了。所以我会鼓励大家不要久坐，因为久坐呢就等于早死或者是早死。早一点。曾经我的编辑对这个很感冒，他说我们每天都做你这样想让我很紧张。我说就是要让你紧张你才会警惕，然后你才会知道就说哎，我每隔半个钟头一个钟头我该起来动一动，我该起来喝点水。那这就是其实就是养生。那你会觉得说我这样子是不是浪费了很多时间，可对我来讲我觉得这就是让你更有效率的更健康的一种很好的方式，很小的一个投资。我是用投资的这个角度来看的。嗯，而且我自己像你刚刚说久坐的问题，我自己也会提醒自己，像我是用番茄钟啦，就是每25分钟然后我会起来去深蹲一下。哦，番茄钟。对，我会每我就去旁边深蹲然后去喝个水，
然后深蹲完之后，然后看一下远的地方，然后再回来再做25分钟这样子，是，就是一个一直交替这样子做，你就会发现是不是那个回来的时候你就更有能量，对，然后头脑更清楚，对对对对对，我会觉得好像花那个五分钟这样间隔做，想上去好像花了很多时间，可是其实它组合起来会让我的一天更有活力，而且比较不会觉得说做很久很酸痛这样子。所以这就叫我为什么叫时时刻，很多人问我说为什么叫时时刻刻微养生啊？这个微第一个呢就是说在对的时间做对的事，譬如说我要早起，譬如说你像你刚刚说我随时起来一下，这个一个微小的在对的时间做的一个微小的动作，它会产生蝴蝶效应，嗯，好，所以影响是很大的。然后这个微呢可能也就是有复利的效应，因为你现在这样做，然后呢就整个带动你后面的效率，所以呢它就可能就不会产生一些不好的影响啊，甚至会产生，我就说你每天养成一个好的习惯，你就被复利38倍。没错没错，所以我觉得其实是人生很好的投资。的确，每一天小小的都要持续把它落实，就对了。 对， 对， OK。老师，那你刚刚有讲到关于饮食的，我也想要再追问一下，就是说像你说可能像早餐啊、午餐、晚餐，你在书里面有特别提醒说要细嚼慢咽，就是不要说像很多人工作可能为了赶时间就狼吞虎咽乱吃这样子，那你是提醒我们要吃得慢一点。那我比较好奇的是说在实际的生活上，像现在很多人可能大概知道这个观念，可是他觉得生活当中工作当中还是很忙，他没有办法好好落实的话，那老师有没有什么样的建议，或者说你有没有指导过什么样的学生，他们有做出不一样的改变，然后可以让自己也有说服自己，或者说用不同的方式可以来做到比较慢的这个饮食的这样的动作。慢活慢食曾经在欧洲都很流行吧？对。那其实我曾经去打禅，我以前也认为我没有办法，嗯。可是我去跟随圣严法师打禅的时候，他就教我们要细嚼慢咽，然后他给我们一个方法，就是每一口饭左边就咬16下，右边咬16下，一共32下，咬好了以后再慢慢把它吞下去。当我开始这样做的时候，我就发现当你在这个咀嚼的过程中，那个食物的滋味会越来越清楚，嗯，你会发现哦，原来它不只是只有这个味道，它还有那个味道，它的质感啊，你会很 enjoy 在里面，然后再换一遍。再，我常常都是嚼了32下，我觉得都还没嚼细，所以我觉得32下根本不够嚼细，我都会知道最后把它嚼细了再吞下去。然后我觉得这才是品味美食，因为你在这样的过程当中，你会把每一口食物它的味道、它的感觉品尝的淋漓尽致，你会发现比平常更好吃。还有我通常也发现如果这样好好的咀嚼，我很快就吃饱了。哦，它的饱足感比较高是不是？对，因为我们常常吃得太快，所以当我们饱足感来临的时候，它通知你的时候你已经吃过多了啊，所以这样子你也可以避免吃得过多，嗯。那通常我在吃饭之前我还有一些仪式，我觉得那也很重要，因为当我们在很忙的时候，一静下来，你是在交感非常亢奋的时候，交感是让我们专注去面对逃或者是战与逃的，所以它其实是一个让你比较容易引起发炎的一个反应，它会分泌很多的压力荷尔蒙。那我们吃饭呢是需要副交感，它会让你的胃液分泌，它会让你的血液循回，然后会让你的胃肠开始要准备工作，所以你要给它一点准备的时间。所以我在吃午饭，尤其是午饭，因为午饭的时候正好是早上你非常全神贯注，然后开始，然后你马上就想，哎呀，只有一个钟头，或者我要赶快吃啊，然后我还要想去趴着睡个午觉，所以吃，那其实这样都不消化，你的副交感根本还没启动，你就吃了一堆东西。他们说这样子呢，其实你吃了不仅没有很好的营养吸收，可能还会引起很多的副作用。所以我会建议大家坐下来的时候呢，先好好的慢慢的呼吸一下。我有一个很好的动作是教大家要揉耳朵，因为耳朵呢有我们身体所有的穴道，
所以当你这样子从耳垂一直到耳垂，然后再从耳垂一直到上面，然后再拉拉，这样子的时候，你就是会让你全身的那个穴道都活络起来。嗯，然后皮肤是我们最大的感官器官，所以我会这个时候要好好的安慰自己一下，抚摸自己一下，赞叹自己一下，我今天早上做了这么多的事情。嗯，因为其实在或者抚摸手背，因为在这样子的时候呢，你的副交感会被你唤醒。哇哦，啊，这个有点像吃饭前的一个小小仪式感这样子。对，然后呢你再把饭端起来好好的闻一下，因为你的身体非常非常聪明，它真的非常棒，当你在这样子闻的时候，它已经告诉你，它已经知道你要准备吃什么，它就把相对应需要的消化液给你准备好了。所以我自从我开始养生以来，我对我的身体充满了崇拜、尊敬、爱护，因为我发现他是用尽全力希望我健康的活着，所以呢，我只要做一件好事，他就涌泉以报，我给他一口水，他涌泉以报。就像我说，哎，我只不吃人工加工品，我的身体就好了，他随时随地想要想尽办法在帮忙你。可是我们往往不知道他的运作原理，以我们自己心理之所好、口腔之所好在伤害他。所以我觉得要好好的听身体的声音，好好的去觉知你的身体。嗯，而且就是有时候为了一点点工作的时间或者是快速牺牲了身体，我觉得真的是非常的不划算，因为可能你中间身体会出异状什么的，那就更影响到工作的事情了。其实你的效率是下降的。 是因为你不那么敏锐。对，因为你各方面你又疲劳，所以你其实做出来效果更不好。所以我后来发现，自从我用这样子的方式去吃饭去生活的以后，我比以前更有效率。嗯，看起来我花了这样多那样多的时间，这样这边一下时间那边一下时间，可是整体来讲我一天完成的事情更多，而且我身体没有疲劳的感觉，我现在再也不会腰酸背痛，因为我时时注意我的姿势。嗯，所以我再也不会腰酸背痛，我就不用去还花钱去给人家按摩。我很多朋友花钱花时间还预约，他说有名的按摩师很难预约，对，那些都是多出来的。像我这样子，我根本不需要，我反而觉得我时间很多。所以他们说没有时间运动，我说你给人家按摩就有时间，我都自己运动，从早上开始经络各方面的运动，所以我一天我的运动量够，也不会 over， 对，也不会运动伤害，我觉得是蛮不错的。所以我很推荐大家来看一看，时时刻刻为养生。我常觉得千金难买早知道，如果我40岁刚开始养生的时候，我就像我现在知道的那么多的话，我相信我养生的成果会更好。嗯，的确的确。而且我发现就是你在书里面蛮特别的是，像你会提醒刚刚我们说有一些生活的姿势啊、坐姿啊跟站姿啊，那都会有配一些图片跟一些示范给我们看。对，那我有看到一个点我想要特别请教一下，因为这个是我自己也有在做的，我有看到你提到你说你跟你先生会跳国标舞。对对，那因为我自己也是跳国标，我跳了应该今年应该是第15年了。对，我很喜欢跳，所以我很好奇老师你是跳哪样子的国标舞，然后你有提到说国标舞很好，那可不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它好是好在哪里？我跳国标呢是因为我先生看了一个 BBC 的节目，然后那个节目里面就说延缓老化，或者是说减少失智哪一个最好，一个呢就是去读那个读写，那么他们就说拼字啦，或者这些图文啦，什么啊记忆啦，这是一种。另外一个呢就是运动啦。第三个呢就是跳舞。然后后来发现跳舞的效果最好。哦，为什么呢？对，因为他们说跳舞是一个各种观的，比如说你记忆，你可能眼还有大脑，那你运动可能肢体。可是他说你如果跳舞的时候你有音乐，然后你要记住舞步，那所以你所有的感官是交织的，会产生一种联动的作用，他们认为这样效果更好。那所以我们就开始跳国标。我觉得国标第一个会让你姿势很好，第二个呢我其实不太好意思说，因为疫情我们就停了。嗯，所以没有像你练那么久，我应该问你到底你练国标你觉得有什么好处。
我觉得你在书里面有提的几点，我觉得都蛮打中我的，就是像我们知道说跳舞的时候你要跟别人社交嘛，你要跟你的舞伴沟通，你要看老师做的，你也要学，就是你会有一个人际的沟通跟人际的互动。然后还有一个好处是说，因为你要记很多的舞步还有舞序，就是你要记好几分钟你要跳这样子的东西，所以它蛮考验你的记忆力的，还有你的肢体协调，就等于说你的记忆跟你的肢体协调要全部搭配在一起。对，那最后一个是说，因为要搭音乐嘛，就是你要跟着音乐可以跳，所以你的那个节奏感跟你的协调性就一定要很好，否则的话你就会觉得肢体不协调跟不上。所以我觉得像你在书里面有提到那个研究说，它好像可以预防或者说去改善那种认知，就是那种认知的疾病，像是一些失智啊那种疾病，的确我认为是会非常有用的。因为真的我在就是跳舞的时候，在学舞的时候会觉得大脑一直在运作很烧脑，然后但是在跳的时候又觉得很快乐，因为已经记好了，对啊，你可以把它展现出来。对，你会很愉快吗？的确啊，的确啊。而且我觉得像以前在台积电工作压力很大的时候，就是诶下班可以去跳个舞，然后就觉得哇，整个人又重新充电，隔天又生龙活虎这样子。对啊，所以我很鼓励大家去跳国，而且国标舞呢，我的国标不是社交舞，所以是国标的话，它就是非常注意你的姿势。譬如说，不论是你跳 modern 或者你跳拉丁，对，你都是要收腹夹臀，你都是要把你的骨架弄回正，所以对矫正我的体型也很有帮助。然后我像我现在呢，我要常常告诉自己不要弯腰驼背，我就是想我要做一个国标的姿势，因为国标一个起始动作就是这样，所以我只要一做这样子，我走路的时候我就会先这样子，然后我就开始走路。就会比较提醒自己。的确的确，像我自己是跳拉丁的，也是要这样，就是挺好身体，然后要架势都要放好这样子。对，而且下肢很吃力，所以也可以减少那个肌少症。哦，对对对，练下盘的肌肉这样子。对，因为你下肢要很有力，要动的很多，还有一勾脚回来跳，不是很容易的。对对对 OK， 那也刚好趁这个机会想说跟老师聊到这个东西这样子。那我再来下一个问题想问一下老师，就是我看你最近有一个很特别的活动，你跟就是线上课程的平台合作，然后呢跟知识卫星你们要推出一个新的线上课程，叫做时时刻刻的养生指南。那我蛮好奇的是说，这样子线上课程的形式会跟这一本书里面会有什么样很大的差别吗？或者是说大家可以在课程里面学到哪样不同的东西呢？我想当然这是我花了好几年的时间克服我自己的老化引起来的衰退啊，得到了成果我就把它写下来。但你也知道我是一个一直苟日新又日新，我是一直不断的喜欢学习的人，所以我写下来以后，当然我又会有新的学习新的体悟，或者是会对原来的有更深刻的感受。所以一开始他们跟我谈这个课程的时候，我就觉得说我已经都写在书本里啦，他们只要照章实行就可以了。可是后来我现在呢又有不同的想法，因为我就发现我可能有一些更新的东西可以放在里面，然后随着我的老化的程度，然后我怎么样的去克服了老化，我觉得这些也是我可以跟大家分享的。更重要的是，我觉得有的时候透过文字去表达，大家的意会不一定完全一样，可是透过语言、表情，甚至我会有一些示范，我觉得这种说明这是一种立体的，会超脱过平面，会让他对这个事情会有更多的了解。就像你去学国标或者对我们在学一个东西的时候，一开始我们都以为我们听懂了老师说的话，可是等你更熟练了以后才发现，哦，原来我那时候只懂了他的第一层，现在呢才懂了第二层。可是再过一段时间呢，就像你看《红楼梦》，到了你年纪更大，你看哦，原来我现在懂了第三层。那我希望大家不要花那么多的时间，就是除了看书以外，如果你在透过我的线上教材，我可以很快的让你有更深度的理解，然后你透过我的示范啊，就好像我在陪伴一样，那让你有更有信心还有耐心去做这件事情。
因为我后来做了癌症关怀基金会的董事长，我们发现光陪伴这件事情就很重要。第一个就是那些癌友来看到其他的癌友他们同样经过一些很怎么讲很强烈的治疗，或者是说那个治疗导致身心都有很大的伤害，可是他们都挺过来了，然后他们都现在在康复当中，所以他就会对你这个方法有信心。那有的时候我觉得说让他们看到我发现事实上养生是有好处的，可以像他这样到了，很多人就说我希望我70几岁还像你那么灵活啊，能够跑跑跳跳啊，能够日行几万步啊，那我就觉得说我本身就是一个给他们信心的来源，然后这些方法都是我实证过的，然后对他们更有信心，然后他们做了以后如果就是有任何的问题，其实我们透过线上课程也都可以再继续的来沟通。所以我会觉得说也许这是陪伴大家去更深入的去展开一个养生的习惯很好的一个方式。又有陪伴感又可以重复看这样。对，放在那边很多人不太会去展读或者只看了一部分，可是事实上我为什么要写这本书，我为什么要写那么多，就是每一个是相互连接影响的。对，所以我希望透过这样的线上教材的方式及时的让他了解，然后让他开始行动，然后让他在每一个行动里面获得一些心得，然后他又愿意再去展开第二步的，那这样子的话呢他就会发现是很有效果的，然后变成习惯以后人家说习惯了比发疯了更可怕就是你就会习惯了，你就会每天做，像我现在我一天不做我就很不舒服，我希望我的好朋友们也都能够跟我一样养成了这些健康然后随时做这样子的习惯。OK， 那我自己看到课程里面有一个蛮有趣的地方，是我觉得好像大家蛮好奇的，就是你有写一个21天日历，然后会分享你的时间管理的一些秘诀，好像听起来是蛮个人化，就是说从你个人的经验来去做分享的，那可不可以分享一下说这个21天日历它是什么样的一个东西，那我们会从里面看到或者是学到什么。21天我们常有研究嘛，就是21天是建立一个新习惯或者是改掉一个坏习惯最好的时间。 对，所以我们就借着这个三个礼拜，我其实是希望是一个礼拜一个礼拜，因为有很多的时候我常常就说你在这个礼拜建立一个习惯，然后你就维持做一整个星期，然后到了下个星期你再添一个动作，因为每次添一个动作是不难的，你再做一个，你这样慢慢就会养成习惯。譬如说我做深蹲，一开始做深蹲很多人都很排斥嘛，那我一开始做一个，第二天我做两个，第三天我做三个，很快很快我就可以做到60个。我的这个21天也是这样子，我们就是21天你照这样子的生活方式，因为我的书是照一整天的24小时，所以在这个24小时里面我们养成哪些好的习惯，我相信在过了21天以后它就会深刻在你的细胞里面，然后你就会开始照着这样子的习惯去生活，包括你怎么起来，你早上起来做什么，你怎么饮食其实我整个的，我们刚讲对我们身体影响最大的是肠道，所以其实我最大的长处或者大家在我的这个养生里面觉得最棒的就是打造不发炎的体质，从人少肠道发炎到你可以改善你身体全部的不慢性疾病都可以做到，所以那个饮食也是非常简单的，是我自己实践了30年而且非常有效，那而且每天只要一杯或者是两杯，我的癌友是两杯，我自己是一杯就所谓的精力糖或者绿拿铁，所以我就觉得我就透过这样子，从你的饮食、你的运动、睡眠、你的仪态、你的喝水，甚至我连洗澡各种把它贯穿了以后，我相信它就像是一个绵密的网，让你在这里面过得，你就觉得说我获得一个很好的支撑，在这里面我可以过得很健康，然后你就会习惯这样的生活方式。那我也说过，你如果可以你可以就照着我这21天，那你也可以把21天拆成很多天，我这时候只做我的饮食做21天，
我先做我早上的那个做21天，我觉得它是一个很灵活的，随时我就觉得可以顺应自己。我觉得一定是要自己习惯，自己会用，然后才会能够展开，然后才会带来改变。嗯 ，OK。那我最后一个问题想请教是说，像现在我们可能很多朋友是外食族啊，上班族可能都要吃外食。那课程里面有没有什么样的小诀窍可以提供给大家？就是外食族的话可以怎么做比较好？第一个我会教我那个很棒的那一杯啊，然后我会把那个讲得很透彻，然后会示范有不同的几天的配方或等等。然后另外呢，我也有外食的诀窍啊，外食怎么选？譬如说，像我常常去旅行啊，可是我旅行回来从来不会像别人说就胖好几公斤，我最多胖1公斤、1.5公斤。那有很多有的时候是坐飞机的积水，所以差不多1-2天、1个星期我就回来了。所以怎么外食不发胖？怎么旅行？很多人说怎么旅行可能不发胖啊，都是在里面会谈到的。哦、OK， 所以就是这个地方就是专门就是留给我们课程的学员会有这些资讯这样子。哦、是啊，因为我那课程那么多，我很想在这里全盘特出，那你的时间就爆炸了。对， 对对，我们光谈一点就可以谈很久。所以刚刚你问我，我一天怎么生活？我一天的生活很难，就是我就只能大概说一下。是，要如果巨细靡遗的话，大家就跟我一起去生活过一天好了。对，直接看课程里面可能会有更详细的整个拆解。哎，对，这个课程就是为了帮助大家，就说很容易的去理解，很容易的去执行，然后很容易的去贯彻，好，所以所设计的。所以知识卫星他们花了很多的时间，我特别信任知识卫星，是因为他们都是年轻人，因为我觉得年轻人要养生是很难，但是年轻人养生他们的效益最大。所以如果年轻人看了以后都能够说服他们，然后呢他们会觉得说有哪些对他们特别受用，那对我也是一种很好的回馈。对啊，我就会觉得说哦，原来他们对这点特别感兴趣，或者原来他们最需要哪些，我可以特别为他们加强哪些。我为什么很注意到老化？因为人都会老化，可是人的老化不能等70岁才开始养生，你就来不及了，60岁都来不及，50岁勉强。所以我现在是希望的是拉前到40岁啊，就跟我当初开始养生一样。可是我当初开始养生的时候我没有整套的知识，所以我养生到50几岁的时候都很好，但是到了60几岁的时候我就发现我遇到问题。所以我现在写这本书或者做这套教材，我希望所有的有兴趣的人都可以从我这样子很努力的过生活的人身上学习到我怎么样努力的过生活，我可以很健康很有活力的过不止我的中年我的老年。我甚至希望我们到最终的时候都还保持不失能。我觉得这是我最大的一个目标。那大家都知道在台湾失能的人很多，长照引起了很多自己的问题，家庭的问题，我现在周围的人很多都是。那我希望我不成为任何人的问题，我也希望我能够帮助很多人能够解决自己的问题，能够让自己在这个最后的黄金时代，对，黄金岁月里面活得又健康又有活力，而且充分享受黄金的年华。我觉得这是最美丽的一段时间。就是要达到这个成效，我认为应该从20-30岁就开始要养成这些习惯了。34岁就是我们免疫力下降的时候。对，在那之前我觉得就要建立好这个。所以很多人40岁就生病。哇，对，好像这个是一个关卡。真的。对。40岁是一个关卡。为什么？因为你34岁你的免疫力开始下降。然后呢你吃老本吃了几年，如果你不是一个很注意养生的人，你到了40岁就已经各种慢性病，以前都是啊，糖尿病啊，高血压都是40岁开始的，这就是这样，所以我才会要这么样的提醒大家。然后用一个可能更年轻一辈的读者或者是学员可以懂的可以理解的会愿意吸收的方式再分享给大家这样子。对，非常生活化的方式。对，而且可以实践的，就这些都是我实践过可以实践的，而且很容易实践的，不花你很多时间的。就像我在当记者很忙的时候也依然可以实践的。OK，
那我们就把这个课程的资讯跟优惠我就整理在节目的资讯栏，让大家有兴趣的话就可以直接去参考。OK， 好，那谢谢老师，真的非常感谢你今天就是接受我的访谈，也跟我们分享了这么多的东西。对，那如果说大家想要再找到更多你的资讯的话，可以到哪些地方看到你？好，那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呢，可以搜寻我的脸书，我也有 YouTube， 但是呢一定要注意，因为现在仿冒的就是假借我的名义的太多，所以一定要看那个蓝勾勾，然后在上面我都会有详细的说明。OK， 我会帮你把，一定帮你把正确的连结放给听众朋友们，不要被诈骗了。好，对，一定要认清楚。好，谢谢。对，诈骗真的是现在防不胜防这样子。嗯，好，那就非常谢谢大家今天的收听，然后节目到这边也进到了尾声。如果喜欢今天这一集的节目，欢迎订阅下一本读什么，也可以订阅我的免费电子报。那就到这边咯，我们就跟老师跟大家一起说声拜拜。好，谢谢瓦金，谢谢各位观众朋友、听众朋友，再见，拜拜。